如果你现在不悬崖勒马的话，最后受伤的肯定是你。张总。你好，小李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也是从那时候过来的。不是你。我把替他买的花生牛杂送给他，他特别高兴。趁他高兴的时候，我给他看了我的日记。他看了吗？他刚看了几行字就还给了我，所以我赶紧回自己的房间，然后突然就停电了。直往头上涌，我就抱住了他。什么？我抱着他，我跟他说我喜欢他，我想天天都见到他。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想破坏他的家庭，我只要每天能跟他一起工作，每天能看他几眼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我还求他再给我，我跟他说。怎么办？我是不是做了他？你让我怎么理你？气死我了！我说这么晚，别哭了。你爸的好，从上海回来以后，每天都在骂自己。把自己不要脸，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？张总确实是个理智的男人，其实他对我什么都没做，他的态度冷静极了，也严肃极了。把手放开好吗？张总，你别推开我！我命令你把手放开！绝不允许你继续犯错。
幸亏是张总，他为人正直，能够把持得住。要换做别的男人，向真，你后果不堪设想。苏菲姐，那你说我现在怎么办啊？他们让我去资料室，肯定是张总回来跟他们汇报了。你说我一个技术员，我天天待在资料室算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还没有死心？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你也不知道回头吗？不会的，我不会再那么幼稚了。我现在真的死心了，也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只想好好搞好我的技术。你要是真的不想调走的话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你。谁？张平良。对，你去跟他好好的认个错，跟他保证从此以后一心只放在工作上，绝不对他产生工作之外的感情，然后让他出面去帮你，懂吗？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王站长因为腿不好啊，据我所知他很少上二楼。这俩人刚结婚就分开住了。怎么样？看看，正式的生产命令下来了，咱们要打大仗了。咱们总算没白忙。是，蔡局长说过几天还要来厂里亲自视察来。啊，这玩意儿。对了，他在潜水学院当院长的时候，你在那儿读书。当时他是我们校长。啊。还有一件事跟你有直接关系，想不想听？和我直接关系？对啊，不说我都不听。嘿嘿，你看这小子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上级采纳了我的建议，打算在咱们厂提拔一位新的副厂长，所以蔡局长来还要考察干部的这层意思。这和我有什么直接关系啊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考察的就是你。我跟你说啊，等你身份变了以后，这厂里的事儿你必须帮我分担。大哥，那是后话，我知道这是你对我的信任，可是
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安心的搞研究，搞试制，别的。你看又来了不是？啊哈！我告诉你就说，上级自有上级的安排，你就是革命一块砖，任党选来，任党翻。你才又来了呢！这一个人的精力啊、能力、时间都是有限的，研制中心这一块就够我喝一壶的了。再说，再说我就生气了。我告诉你说啊，从咱们厂来讲，最有资格当这个副厂长的只有你。还再说，再说了，你说咱俩在一起，那不是最好的搭档吗？啊，我在前面顶着，你还有什么顾虑？这个消息啊，的确太突然，我心里面准备不足嘛。这还准备什么呀？哎，别动，让我好好的开导开导你。是魏县长要急，说好了。原来看你不是说正式生产命令已经下来了吗？想尽一切办法搞的那些资料，这是老板最想要的。可是李主任，这很难。资料室对资料保管的都非常非常严，就连我们技术员想拿出一张白纸来，他都得登记。我知道这事难办，可是你记住了，这件事要是办成了，你能获得一大笔钱，下半辈子都够。沉住气，千万别轻举妄动，回去好好琢磨琢磨。人不是说机会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我想你一定能想出办法。咱们见面还是每星期天，到时候厂里人问你为什么老进城啊，就说在城里交了个女朋友。嗯，三十的人了，好不容易从失恋的痛苦解脱出来，我想没人会怀疑你。回头你见着雅兰，问他要一张他的照片，没事拿出来就看看。好了，你先走，让我来接。你不是还要跟雅兰到书店买书吗？是。跟雅兰也是一样，热乎归热乎，千万一个字也不能提。你想要跟他成，就得按我说的去做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吃的哈，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，还挺香的，好吃好吃。这是啊，平良从上海刚给我带回来的。嗯，平良对你真好。苏菲，嗯，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平良这次从上海回来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对我特别特别的好，就抱着我啊，一直说我爱你，特别爱你，特别特别的爱你。小别胜新婚嘛。不过他对我这么好吧，让我觉得有点
受宠若惊的。就是刚结婚那会儿，他也没对我说过这么多爱我呀。哎，他不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吧？莲，你这是什么奇怪的想法呀？你对你不亲热也不行，亲热了也不对、啊。当然不是了，我知道平常是什么样的人，他越是对我好啊，我就越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，我越是幸福越想给他生个孩子。苏菲，生了你吧，你跟王大哥结婚以后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挺好的，这么简单，是具体点。王凯这个人吧，其实心挺细的，嗯，你看得出来他很爱我，至少现在是这样的。就这样啊？就这样啊。哎，我突然想出一个问题，我特想问你。你问呗。苏菲。嗯。王大哥跟平良像亲兄弟一样，那我们俩是不是应该像亲姐妹一样，是吗？我觉得比亲姐妹还亲。嗯，怎么了？你平时多直爽的一个人呢，怎么变得吞吞吐吐的了？你们俩生活怎么样啊？哪方面啊？夫妻生活方面呀、啊。哎，这个你让我怎么说啊？我就直说了吧，我和平凌好几次半夜三更的看见你们家二楼的灯亮着，我们俩挺担心的。这个人你们也应该有一些了解，他睡觉爱打呼噜，而且呼噜声特别大，他只要一打呼噜，我这一宿就没法睡了，所以只有等他睡着了，我再抱着被子悄悄地到二楼去睡。没办法，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呢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吓死我了，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。哟，你这么早就把水烧上了，水都开了，我去。我又一次让耿秀丽相信了我的谎言，把这件事情暂时的遮掩了过去，但是耿秀丽的话着实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。我忘了隔墙有眼，只顾着弄那个该死的假肢，我完全忘记了他和张平良就住在我的对面。往沙发上一靠，我还给他解鞋子呢，就已经开始打呼噜了。我们家平凉啊，今天进城了，去兵工局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那你就在我这先吃，吃完了以后再带点回去。那不行，我得跟平凉一块儿吃。哎呦！
你偷吃了，我把汤都喝了。不是要等平常回来再吃吗？哎呀，这不是因为好吃馋的。我给你拿点回去啊。哎，四妹，你多整点儿。哎，平常吃的多。找我有事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如果不是急事，最好等明天到办公室吧。啊，我就跟您谈几分钟，就说几句话行吗？好，那你说吧。我是来跟您做检讨的，在上海做不该做的事情。那件事不要再提了。哎，张总，张总，我真的是知道我自己错了，你怎么惩罚我都行。我想说，不管您怎么惩罚我都行，可是您千万不要让我离开研制中心。我是搞技术的，我真的不想去治疗室。够吗？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好多了。你买点香菜啊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喜欢吃香菜，说香菜是臭菜。那行吧。那我不帮你说了。没事，我说吧。吃饱我就走了。走了啊。哎。兄弟，放点红香料，特别提味儿啊。放心吧，我晓得的。真的不想去治疗室。你不要哭好吗？你是来哭的还是来解决问题的？哭没有用的。大总，我知道我们之间不应该产生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当时真的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。我现在想起来真的特别的后悔。看见这个李向真了，李向真，在哪儿啊？平安家门口吧，还神色慌张。你看清楚了？你看撞到我身上了吧？这孩子，等我啊！啊，说吧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所以我现在非常郑重的告诉你，我张明亮没有任何地方对不住你。你骗人！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俩关系不正常。你这就是无理取闹的。我们俩怎么不正常啊？你看出什么来了？我们跟王大哥家去安布山玩，他跟着干什么去啊？打着给你照相的幌子，跟着你屁股后面天天乱转。别以为我没看着，半夜三更的
你们不睡觉跑到篝火边聊什么呀？你怎么不跟我聊啊？你这都哪跟哪儿啊？反正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哎呀，我没什么可解释的。江平良，你就护着他吧，你。来，王太，再多给你两个。怎么回事？刚才我实在是太饿了，我们先吃了一点。好好好，吃点啊。不够。他调的工作怎么不找别人？他可以找林凤嫂子呀，林凤姐是人事处处长，他怎么不找王大哥？为什么偏偏找你呢？没想到你这混子。什么自己控制不了自己？我没编瞎话吧，张明良，我真是傻呀！你从上海回来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打心眼里高兴。我真没想到，你是做了亏心事儿，才对我这样的。胡说八道！张明良，你查的还挺厉害，简直太无聊了。无聊？我无聊？你们都有聊啊！你看看那张照片，是不是他给你拍的？天天拿手机。咱们过去劝劝啊！我还从来没听过他们两口子吵过架。你不想过了是吗？不过，不过就不过，都不过了。都住嘴！怎么会是失明白眼的？你这是啊？我大哥，是脾气越来越大了。好了，苏翠翠。感情什么？还控制不住自己。我当时你不知道我给气的，苏医生。我当时我晕掉了。这江平良，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，动不动就朝我发脾气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我不知道是我出错了还是他出错了，怎么了？我们俩现在是。张总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他跟李香珍肯定不可能有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感情，我也知道，那不就行了吗？看来我们小混蛋，你陪我。你看，又笑了，讨厌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这个李香珍怎么这么不识趣儿啊？他居然还能继续的纠缠你，而且还敢来到你家，老哥，我这样问你呢，是不是你把他调到资料室的？啊，是啊。不是你说怕他成天跟你在一起，别跟他出什么麻烦来吗？真的没来吗？你反而会引起别人议论，大家都在猜疑。他就是因为拿到了调动通知才找我，希望我能说说话，还留了点底气。那这反正左右那都是你说的，你要是不想动，那我理解。这还是我想了半天再想办法给他安排了这种事。你把这事情搞复杂了。我说你呀，赶紧好好想想，把这事儿怎么跟秀丽说明白，怎么解释。我跟他说，出了这种事儿，你就是再清白，也得下入完蛋，明白了吗？相信他，张总是为人正直的男人，不会绝对不会。是我特别相信他，其实我心里特别相信他，但只是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你控制不了自己。是我不好，我想带你去看一个老中医，听说他们家有祖传秘方。什么中医啊？赶紧让你跟张总生个一男半女的呀。讨厌、啊！你不是怎么知道啊？我听我们以前单位的同事说，这个老先生被他们封为送子爷爷。你去不去啊？去呀！这么没法不去啊？反正啊，死马当活马医呗。讨厌、啊！你跟死马比，又哭又笑。小林，我觉得
你跟张总不管是生了男孩还是生了女孩，肯定都特别漂亮高大，是个百里挑一的人才。那是一定的。嗯，美吧。等以后你有了孩子，我申请做干妈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没事了。嗯，对的。我看他呀，气得半瓶头热，没想到我能看上他，我自作多情啊。是不是在酒喝太多了？那么也是。他还去人间了，真是要命。嗯，喝点好好好好享受。你是李向镇吗？是，我是。不是叫你到资料室去工作吗？怎么你没去？哦，他们说了，还让我留在研制中心。没去也好，反正他那儿有缺人。那回头你给人事处崔处长打个招呼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好，是的。小陈到。怎么陈原本打算把你调到资料室，现在又不调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那是因为我学的专业是……不对，那是因为你年轻，是组织上爱护你，这是平良同志的意思。他是领导，而且马上还要担任更高的职能，也希望你能为平良同志考虑，不能拿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开玩笑，更不能拿平良同志对你的宽容开玩笑。你说说啊，你一个女同志，一个共青团，哎，你是不是团？是团，那就更应该懂得自爱自重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的机会啊！要是在。不自爱不自重，再有非分之想，就不要怪组织上不给你留情面。Thank you.
出现在法庭上去看。都来了，走吧。啊，王凯啊！哦，小崔，机长。天亮啊！嗯，大长，你好。他们都到了吧？到齐了，马上开会。上回开的非常有价值。老板很满意，这是一个额外的报酬。再见，再见，谢谢他。就是太冒险了，我这心里老是扑通直跳。哎呀，第一次做这种事，谁都紧张。嗯，胆大心细遇事无方，时间一长就有经验了。意思是，能不能想办法再弄点涂料的样本？这我不太懂啊，这涂料有这么重要？是这样啊，这那咱们的潜艇如果它要下潜很深，就必须得让敌人的十八系统它捕捉不到动静，就必须要在这个推进器上下功夫。而我们研制中心最大贡献就是。研制出了一种特殊的涂料，把这种涂料涂在这个螺旋桨上，它就耐时间、耐噪音、耐腐蚀，对转动起来的时候，它特别的响。哎呀，真是隔行如隔山。哎，我弄不到这个核心数据，就想办法弄点涂料的样本。要把它搞好非常非常的难。你想，像我们这种技术员，他上下班，他都得换胸牌，你可就上假了呀！你想，你们天天出入，谁能注意他真是假呀？小伟，我是真看。是天空的忧伤。
总有一滴湿润你的目光，潮湿土地的仰望，一寸寸缠绵远方，缠绵远方，一片云是太阳，一个人身后是遗忘还是难啊。